北韩垃圾气球又来了，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五次。합참에따르면오물풍선은어제밤부터경기북부지역에서북서풍을타고남동쪽으로향했습니다24号晚间，南韩军方再度发现垃圾气球踪影，从京畿道一路往东南方飞。首尔市再度拉警报，示警全民小心高空掉落物，因为北韩垃圾气球不只有垃圾，还发现寄生虫。포어물내에포함된토양에서는기생충도발견되었습니다在垃圾气球掉落的土地发现疑似蛔虫的寄生虫，南韩政府再度呼吁全民千万不要触碰这些气球。몇번씩끼워신은양말옷감을덧대어만든티셔츠등북한내부의열악한경제상황을파악할수있는생활쓰레기들이포함되어있었습니다目前为止，根据南韩媒体统计，北韩已经向南韩发送超过1600颗垃圾气球。南韩全国多达778个地方都有发现，但气球内有寄生虫，恐怕让南韩人更加人心惶惶。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